腔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凹，特别特别凹进去的，有点像一个漏斗的样子，特别凹陷下去了。那个位置啊，那个位置就是心脏，这是心脏。心脏的上方叫做左肺，心脏的下方叫做右肺，啊，正中心凹进去的点叫心脏，心脏上头叫左肺，下头叫做右肺。然后腮腺往腮腺往后走，这个地方这是腮腺，腮腺往后走，这个是气管，啊，上这个声带啊，然后上面这个是气管、声带、气管，然后上面这地方食道啊，食道、气管、声带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地方大概的穴道的位置，我先讲给大家听。好，来。